接待安迈式警察机长，皆是符合随行人员。今天下午10点钟到达高雄市警察局，受到了局长王耀林的热烈欢迎，随即参观了有关内政业务、刑事器材和闭路电视指挥中心的作业情形，对高雄市警察局新颖的装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位约旦的警察首长接着又转往高雄港警所参观，下午并且游览了高雄港和澄清湖。